西亚的吉他，小武老师中村武王的吉他，嘉凯刘嘉凯他的吉他 3， 麦少王吉他 4， 江建明老师的吉他，邱晓他的吉他，以及黄金胜。遇出不少出色音乐人的摇篮，河岸留言成立20周年了。日前广邀多位知名吉他手，如五月天怪兽、余定密史豆、钟成虎、洛克班黄清盛等好朋友，难得齐聚一堂，以吉他会友一起玩音乐海报现场。天怪兽也搞笑分享与丁振如老师的相处趣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对，就是我十几年前，那时候我还在录《后青春期的诗》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录，然后就有点卡住这样，然后就在路上散步，好，一直走，然后从大概是机场，松山机场的那个地方，一直往那个公馆那里走，就走一走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快到河岸留言了这样子，我想说啊，既然在音乐上有一点就是困扰，对，然后找老师聊聊天，看能不能解惑这样，所以我那一天我就走去河岸留言，就一到河岸留言下去地下室以后呢，哇，这 party 这样子，好多人很开心，然后今天是谁表演？一看没有人表演，对，就是纯粹的 party 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怎么那么盛大这样子？结果老师看到我了，老师往我这边走过来，说：“哎，来干嘛？”这样子。就那个时候，旁边有一个人过来跟老师说：“老师生日快乐！”这样子。然后我就，老师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当然要来啊。做人真的太成功了，你不知道对不对？然后就哎，老师生日快乐！20年后，我以为真那时候是专程为我生日。但是因为河岸留言20周年了，所以呢，这次呢是非常真心的讲这句话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当然要来啊！真是太帅！